发现可疑机车路过，巡逻员紧油门催泪，前后包夹将骑士拦下。你的放后镜呢？缓慢停下，乖乖配合盘查，但骑士却一脸心虚，面对警方提问支支吾吾。果然下一秒就在他身上发现违禁品。啊，硬硬的东西哦，我摸到了硬硬的。骑士一改淡定神情，慌张出手，想从警方手中抢回违禁品。原来烟盒里就藏着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，被逮个正着。骑士跟警方爆发拉扯，还想将烟盒连同吸食器一口吞进嘴里。来，后来你现在毁损证物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涉嫌危害防治条例，受刑事责任，你现在成立。骑士当场和员警爆发冲突，两人倒在地上，另一名员警上前帮忙并呼叫支援。啊，那个大通路的加油站这边啊，来那个支援一下。走过来，走过来啊！员警合力成功保护证物不被毁损，并将人压制在地上靠逮捕，当场人赃俱获。不过拉扯过程中造成员警左手左膝受伤，骑士除了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还妨害公务攻击员警，罪加一等。金星文是由韦文谦报道。